很漂亮哎、欸，啊？开了，刚站在这里才想到要开，我在闪吧。啊？几乎看得到了呢。对呀、啊，很漂亮哎、欸，这里有三个人，大家走开走开，我想要开没有人的。赶快走。好啊，但是好多人哦，好烦哦。不会啊，那我先偷板。因为夕阳不就一下下而已吗？突然怎么那么多人呢？好，这个人走完应该就没人了。哎呀哎呀，还拿不起来，可恶！怎么下面一堆小人？不会啦，我怕一定都看不到，因为那里有一条线可以用地平线挡住。那、啊、我就不拿杖。耶、yeah, ，很漂亮。一个小蚂蚁，小心你不要自己绊倒，拜托。我可以举手吗？会不会遮挡？就不够远了。你可以下去一点点，好，可以。快点，有人了啊！有人，你不要拍，浪费。啊？换换，快换。不用了。好了。好的。先点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要了。你不用，这么偏亮。还好啊，明天。我干嘛挺肚子啊？你，所以我叫你换 pose 啊。要再来吗？现在快点。你的好，换，还是有点挺呢、啊，脚合起来一点，有人吧？可以了，有人吧？没有，还没有，有人吧？你要不要？但是我觉得我好暗哦，到底是？是我戴了镜的关系，所以觉得我很暗，是不是？有可能。不是啊，后面亮，你本人暗啊，因为太阳有打光，跟你没打光啊，就差一点。嗯。你要不要？今天很漂亮，你拍一张，你到我前面一下了。我帮你拍张啊，今天很漂亮，明天就不一定有了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好。一、二、三，我拍直的可以吗？随便你啊。我们横的就走半身欸。对啊，我知道。一、二、三，拍直的就好了。我发现这里拍直的就可以。一、二、三，换动作。五、二、三，好了，可以了。那我刚刚你帮我拍直的还是横的？都有。后来发现直的比较好，又拍直的。你觉得？我关注了，是。我看不到。OK 吗？应该 OK 吧。我觉得你树帮我拍的树太多哎、欸。直的还是横的？直的。直的还树太多？对，因为我帮你拍的就是山比较山的延伸都看得到，但是你拍的就树占了三分之一吧。会这样吗？你看我拍的这样，快要没有了，那你就不耐烦。你看我拍的跟你拍的，我的有山有那个，然后嘞，然后你拍的就树一大堆，不知道要干嘛，树要干嘛？有差吗？有差、啊，山的延伸，很多人哦。来呀！要下去一点吗？我这边就放第一拍，你那边先不要拍其他人，我放第一拍。现在没有人吧？现在有人吗？我现在就拉高拍啊。但现在没有人啊。但会把我拍得很矮短吧？对啊，短啊，很短。对啊，那我不要，我要正常的。拿去先看。
哎，二板结。哎哎。取りましょうか。哎。他的板结。他板结只有一只脚吗？嗯，练习吗 ？Damn, dude. 他在特训。你把我拍得很肥短哎、欸。对啊。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故意把我拍得很肥短？就拍了呗。为什么要拍那么短？很丑哎、欸。那现在要进去找还是怎样？是哦。就说，嗯，他为什么只有一只脚？哎、欸，只有一只脚要怎么滑、啊？可以啊。啊。特训的时候有这个滑法。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要倒？他还没有训练好啊。他想这样下山吗？不，他不是训练吗？他是板子真的掉了，但是掉哪去了？好，这批人过完就可以了。好，什么叫树多树少？你就把我拍很短，当然也树少啊。然后我拍你短不是左右左右，对啊，直拍拉很高，树就很少。我没有把你拉很高，跟拉我说的树是在右半边的树，我的树大概才一公分不到，你把我拍的树大概有两公分。那我再看一次是怎样。我要三的那个延伸，没有快要没有光线了啦，你好美。你懂我的意思了吗？我看，嗯，对对对，大概要这样。走，把你拍很短，我哪有把你拍很短？不用，我没有把你拍很短啊。我哪有把你拍很短？没差，我不 care。来了吗？对啊，但是你就这样，哼，就走了那种感觉。没有啊，就走了。我存起来的力气就是要花下去。前面啊，那我来，我又要拍拍照。
车站。嗯，我慢慢的下去了。好啊。嗯，力气力气。你不要等我啊，你不是要自己慢慢下去吗？是啊。啊，你在干嘛？我在休息啊。哦。反正就直接回置物间等哦。活人好像thank you.
要拍几百张了我。是吗？不是啊，那你就在左边，不要在我下面。你要走了，你跟我讲，我先走就好了啊。不然你先走，我再走。这边走不会挡到你了吧？嗯，好啊。真是啰嗦哎、欸。怎样？啊，没有啊。
怎么样？怕。我来抽抽看，我不知道抽不抽得到，应该抽不到，太高了。抽不到欸，我手太短了。那我看这个，又没下雪，身上没有。好少。对啊，好了，算了。我还没好哎、欸。手好酸哦！啊，手酸。脚。脚。手。嗯。谢谢。看看。好热，好热，馒头都是汗。